你们那几点？我们这。你们那几点啊？我们这边凌晨5:05啊。哦，起床了。起床，我今天要去看落羽松大道，拍照给你看。那么早起来？7点，我7点就要出门了。现在在喝咖啡呀、啊。刚好叫你起床呢。我已经起床一会儿了。哎，您别慢着走，找好词讲。嗯，有空可能会打个电话给大姨吧。对呀、啊。大姨，对啊，大姨她现在住那个养老院在我家前面，对啊。妈妈昨天到亚东医院啊，哎，屁股跌倒了，但我还贴一个那个贴个贴布啊。哦，大姨啊，以前也照顾你，嗯，对啊。啊，曹奶奶你也知道，你也是叫奶奶的人。嗯，有的时候该做的事就去做了，该做的事就去做。对啊，这么说老大也走了啊，也是啊。小宝也搞失联啊，也没失联了，还好了。对啊，就是我不太会讲呐。啊。哎，没什么，会不会讲啊？你别给我的哎，讲话嘛都有点精神好不好？妈妈又感冒了，还好不是流感。哦，你又感冒？连我的那个总经理副总，昨天啊，其实已经不舒服2-3天了，我还是去上班。哦。副总说：“小璐姐，你的声音不对哦。”哦。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哦！哦，我现在跟你讲话有点痛苦。哎呦，那、啊、你这样还要出去出门？我昨天还去报佳音啊！我昨天还摔了一跤，现在屁股疼，待会要贴个贴布。在哪边摔的？我在亚东医院呢，然后四个停车场全部停满，然后我又停得比较远，然后我又怕找不到医院，又怕找，因为我不太会停那个什么，那个号码，就是辨识号码的，然后还好，我记得伟丽跟我讲，妈妈你的妈咪你的很好记，我说3136，前面英文我。不到，昨天好多状况啊，是，我又赶着上班，昨天晚上看完了，不是报佳音报完了，我才要去，我才去看医生。哦，医生有说什么吗？他说你这肯定是感冒，你没发烧。我说会不会是流感啊？我说我有打 BB 啊，然后有快筛一条线。快筛一条线。现在。诊所也严，因为我们这边流感啊，然后每天冻死好多人啊。哎呦，昨天前天60几个，昨天59个，当中也有年轻的，也有刚出生婴儿，有的生下来3天，有的28天。哇！然后年轻人有一个是27岁，一个33岁，所以不一定是我们中老年啊。对啊，年轻人都这样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呀，妈妈啊、哦，在去年前年呐、啊，有买2套那个一个毛巾衫的睡衣啊，一个是那个冬天的啦。哦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拿给小宝贝。你也不知道啊，我想说你们东西那么多，我大概没有拿，因为小宝贝不是那个伟力，不是说冷气坏掉，他好冷。冷气坏掉，他好冷。哎呀，就是在台湾住那个旅馆，冷气空调坏
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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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后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拿给他。啊，你自己都忘了呢。不是，两套啊。为什么我敢拿给他？因为那一套是1800的，另外一套是2000多。哦。我不是说，不是说那个便宜的啦。反正找不到就算了，更扯的哈，妈妈有两个，而且是中版到膝盖的防风外套，嗯，中版的外套我都不见了，嗯，是，哎呀，别提了，找不到就算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我在想，神都看在眼里啊。啊，昨天去那个报佳音，我发现我的膝盖不好，腰椎不好，妈妈真的要买好一点的鞋，我还能走多久都不知道。哎，那么多年报佳音，我只有一次小舅舅进加护病房在荣总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心情去报佳音。哦，然后几乎每年都去。嗯，我晚上赶回来还有一个场。是我们社青团去的，我也要报佳音。哦，我报佳音，在这个当中，我的口头禅就是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们大家，耶稣也爱我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感谢赞美主啊，真的，感谢主。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，我们今天带来这一些礼物。不过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啊。我说还好，真的，妈妈当初生了强强伟伟，我只希望你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长大。哦、OK，Thank you。你是出来买早餐是吧 ？Hello。你出来买早餐是吧？嗯，然后他让他三明治来。I think she have ordered the cookie. Should be online the cookies. Yes, I put a cookie. I need to this. Okay, thank you. Yep.老妈听到啊，Hello 你听，我现在还有一个钟头，我现在在喝咖啡，待会喝点燕麦片，我还要梳洗。今天，所以因为我们台湾是亚热带地区啊，经不起这个寒流啊，一波又一波啊，一波又一波，这么快。昨天我起来的时候9点，我昨天还上班，然后8点多我就跑到亚东，然后到了晚上才知道，哇，死了59个。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新闻都报啊，新闻也报，报纸也登啊。哎呀，不跟你争论了，你就知道我还有一个钟。妈妈又恐慌又紧张。恐慌又紧张，哎。我五点多起来啊。哎，老妈怎么会有恐慌症呢？就自律神经失调啦。自律神经失调啊。啊，可不可以吃药呢？啊，就要乖乖吃药，乖乖看医生啦。哦，乖乖吃药，乖乖看医生啊。我昨天9点多回来，不到10点我就睡了。
很多没有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啊。不问为什么。啊？什么？我说你们家庭医生啊。家庭医生，这个小镇的医生都退休啦。伟丽觉得很不开心啊，因为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医生都退休了，没做了。然后有做的嘞，那个医生那个年轻的，那女的又好像态度不是很好。呵呵对啊，伟丽比较喜欢那个，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来的。外面国家的一个比较有年纪的一个女医生，就伟丽是蛮喜欢她的，然后后来她没做了，没办法，那生存的环境。对啊，你如果要到外城镇去看别的医生又很远啊，对啊，在自己城镇最方便啊，要看医生就开个几分钟就到。这个镇的医院，对对，对啊，有差了，还是有差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要记得该做的事。其实哈，你跟阿威都误解了。哦，又误解。你们不要自己妄下断言。不要妄下断言。什么断言？你们认识的妈咪不是你们表面上的疯疯癫癫哦，其实是癫癫疯疯。国强德威的心也很善良，你们都是传了外婆外公的心，有一个良善的心肠。有啦，做善人善事，大善人。我听不太懂。就是你总是啊，好人好事，啊，帮助人，帮助郭志杰，帮助这帮助那的，对不对？哪谁都帮。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我该做的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好人有好报。啊，昨天我们去哈，那都是一些，我不是说我生了。想伟伟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我一直跟主耶稣基督，跟神，只希望你们平平安安长大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连续了3年了。那些孩子都很特殊的，我们弄了恐龙砖，他哇，有没有那个头跟我们小疯子一样？我说不能抓，不能抓，这个会抓坏，你会把他抓死啊！因为他们比较特殊，要接受一些特殊的训练医疗。所以你跟国强德威啊，平平安安长大，身体健健康康，就是我就是神给我的礼物。那些孩子要经过训练，有的是职能，有的是言语，有的是暴力，有的是啥个马大个头都有，啥个马大个头都有。还有一些可能比我还严重，我还能制止他们啊！来来来，圣诞糕，来来来，吃糖果，还有拐杖糖、巧克力哦！哎呦，我的老天啊！哎，我的老天啊！可是那些孩子哈，或者是一些失能失智的哈，安养院的被家庭抛弃的，都需要我们关怀啊！是，都需要多关怀啊！其实这些孩子很多呀，被家庭放弃的也很多呀。哎，家庭也不能怪他的家庭。你有没有放弃、啊？因为他的家庭也很困难，没办法，没有多余的能力啊，就玩那个天主教的啊，或者就是有点类似那个叫什么之家，我问了。我们过一阵子还要去在山里面呢、啊，山崖里面。今天晚上也要报佳音哎，社青团青少期啊，因为我觉得，就像我们大概略知，我们不是熟读圣经呐、啊，耶稣的诞生呐、啊，他是为了来拯救世人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所以我现在改变了，不是平安平安而已。
我说耶稣爱你们，耶稣好爱我，耶稣也爱你。昨天我讲了很多祝福的，然后我说耶稣爱你啊，然后还有人送我圣诞礼物，我好开心。我说你不用怀疑我说的话，耶稣很爱你。他开了一个 BMW 轿车。BMW。他说这是给他孩子买的圣诞礼物，他就抓了一个小玩偶送给我，我好感动，这是来自于神的。我说你要相信，真的耶稣很爱你，爱你这个家庭，爱你的孩子。嗯。当然不要多说了，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呢。嗯。五年后变老气。哦。有吗？是啊。小宝贝在旁边啊，本来那张比较好。对啊，对啊，换驾照了。维利维利，国强国强，你们都是神所爱的孩子。耶稣也好爱维利。耶稣也爱。虽然碰到这个，耶稣真的很爱我。我有的是机会，我会在几千几万人做见证。还好。老妈子这一路走过来，一路上都是奇迹啊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吃饭了啊、哦！好了好了，下次看好时间。我今天是7点要出门要旅游啊，我去看落雨松，我到时候拍给你们看。拍给我们看啊、哦！对，落雨松其实就是美国的水杉，最好要在水的旁边呐、啊。然后就是落雨松大道。好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妈，我今天不知道要不要带到药。你们天气冷要注意保暖哦。什么药？啊？我妈咪昨天去看医生呐、啊。你要带那个屁股跌倒的药。哦。不是感冒啦，那个。没有哎。我们的副总说我的声音怪怪，我现在讲话很吃力啊。昨天有看诊啊，好多了，就是，不多说了，我还把药放在包包。有没有测试啊？这个COVID啊？有没有去做测试啊？新冠测试啊？新冠啊？你会不会不舒服？不是不舒服。你说呢？什么那个新冠筛检呢？筛检呢？快筛。还一条线呢、啊？还一条线，感谢主。真的感谢主啊！医生说还很明显的嘞，很明显是吧？好了，那你们去吃吧。妈妈正在听圣经啊，今天听以赛亚书47章，他有不是47节，总共他那个是最大的先知以赛亚是大先知，然后有66章。OK， 我看我不要听了，我不要听了。我还是充充电，今天拍照片。好，好，愿神赐福，让我们有个开心的圣诞节。好，愿神赐福你们。好，愿神赐福你啊。因为国强伟力也是很爱主的，相信主也会很爱你们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平安平安。好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